今天来跟小板分享一款永久免费绝对安全的 VPN 软件。这款软件呢是专门针对中国还有伊朗等等一些国家级的网络封锁，而且呢它是靠技术翻墙的，不是靠躲藏的，是绝对安全的这个翻墙软件，非常适合小伴们作为应急使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软件吧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它的官网，但是呢这官网是需要翻墙，而且呢它的软件是需要翻墙才能下载的，所以说呢在这里我已经给小伴下载好这个安卓版本还有我们的这个 Windows 版本，这个 APK 的后缀的这个文件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安卓版本，小伴们可以去下载我们的这个压缩包，这压缩包密码呢我会放在视频中，请小伴认真观看，会有语音提示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支持这四个系统啊，非常的这不错。下面呢我们以这个安卓作为这个演示，其他的呢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好，在这里已经下载好了，我们打开，打开之后呢我们先退出。如果你是已有账号呢你就直接用账号登录，没有的话呢没关系啊，可以创建新用户。这个创建呢也非常简单，我们用户名也都可以随便写啊，密码呢也随便写，因为毕竟是免费的嘛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验证码不要写错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创建，我们再重新输入一下。好，我们直接登录。好，在这里呢是未连接，你也可以选择，它目前这里呢只有提供了这几个节点，有三个是付费啊，如果你觉得用的不错的话想要付费也可以啊，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付费了啊，我们选择不付费，然后连接。好，连接成功，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。我们打开，好，这里呢就是我们 IT 头条的 4K 视频，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。那打开之后呢在这个右上角会有一个钥匙的标志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呢是可以正常打开的。我们把这个统计好关掉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4K 视频呢是可以完整打开的啊。它默认呢是 360P， 我们把它切换到 4K 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是可以正常播放的，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啊，它同时呢提供了五个免费节点，我们也可以进行切换，如果觉得这个节点比较慢我们直接断开更改位置啊，可以选择旧金山美国的，我们点击连接。好，连接成功，下面呢我们重新播放一下。好，等它缓冲一下。好，也是可以正常使用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好，它又是自动跳为 360P 啊，这毕竟是手机页面，它就只有 360P， 毕竟是永久免费东西，我们作为应急或者看看视频还是不错，玩游戏呢就不建议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这款软件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了，软件呢我们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这个简介区啊，或者呢在我们这个评论区，小伙伴呢都可以去下载，手机页面呢打开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简介区，注意密码，注意密码，就是我们的评论区啊，小伙伴下载同时呢可以让我们的视频在后台继续播放，支持一下我们的完播率，顺便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，你们的点赞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